喂，你好，这里是有敏客服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你确定你真的是 hack 进了 App Gallery？ 是华为的 App Gallery 哦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然后你不知道的话 ，App Gallery 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应用市场，每个 App 都是经过安全审核才给用户下载的。而且现在 App Gallery 还有这个 Quick App 快应用，不用 download， 不用 install， 不占内存。还有这个50GB 免费的这个华为 Club， 你要我教你怎样领取吗？